肋骨上方靠近脖颈带着皮脂的这块肉最好吃，你尝尝。果然好吃。不是我吹牛，但凡西恩城最好吃好玩的地方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你肯定没有吹牛，是你院系的美人姑娘实在是太多了，你当然要挖空心思想着怎么讨好他们，自然哪里都熟了。遇见你后方知，过往一切都是为了今日我能讨好你。你这讨好姑娘的本事比你的剑术都要厉害。这家的酥饼烤的一般，外皮太硬了，还沾过壁炉上的灰。你睡里边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现在肯定你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。戴上面具，它可以帮助不想透露身份的人遮住面容，玩得尽兴。地下赌场是李庸氏的产业，李庸氏的祖先就是双头天狗。一定要带上它吗？你随意。我是狗狗贝。一会儿你被李庸氏的人暴打一顿扔了出去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狗狗贝现在很紧张嘛。姑奶奶，你饶了我吧，你别叫了啊。哎，你不怕李庸氏，我怕呀。哎。有生之年，我想看到一个真正的盛世帝国。千秋留名，万世景仰。我本来以为这趟会白跑，哥哥和我压根儿没有给你任何承诺，就让你放弃一切到中原来，没想到你真的会愿意。我若是能有所作为，风龙自然会选择与我共成伟业。我若是不能，几个许诺又管何用？